先片付けましょう。ちょっとカオスを作りましょう。死ね。ひざまずいて。寻找一个新，每天都有一次免费的招募机会啊。探偵者は私のことが好き。点击进入，进入探员档案界面看看。胡蝶の力は全面的に弱くないな。升到十级以上。一件快速拆。你准备就绪。快回去支援探长。点击侦查，可回。敌人即将来临。点击开始侦查，即可回到战斗中，让新探员上场。好讨厌的神，我们不能认输。舞い上がれ、反抗者。似乎有行动奖励了呢，点击这里领取奖励。继续增强我们的探员，请先将探员提升到十级。再次穿上，已准备就绪，看看我们新的实力吧。眼妆可以提升你的整体实力，安装上刚获得的眼妆。挑战更多关卡，商城已开启，这里可以买到许多宝。买这个，买这个，这有免费。新的召唤券已获得，我已经破。用刚购买的召唤券进行招募呗。ジョージ、もう少し寝てから出発。BOSS 已来袭，带上新探员一起抵抗。让新探员上场 ，BOSS 马上来袭，立刻前往。加速，加速！战斗更轻松了呢，继续侦查呢。
直击入口在这里，别忘了完成任务可以推进直击的进度哦。完成所有任务可以获得一个大晋升，可获得属性加成和丰厚的奖励呢。点击前往完成下一个任务呗。出发前先提升坦爷的等级，呀呀，继续升级，全然弱くないよ。开始进阶，呀！进阶需要消耗进阶石，可以大幅度提高属性。赶紧出发，呀！从这里可以快速进入到侦查，试试进阶后探员的实地。胡椒の力。继续侦查下一关呀。邪魔するやつは全部追い出す。舞い上がれ、ファンコンチョ。ザクは大きい。ひざまずいて。力は全然弱くない。